Ladies and gentlemen，还是你的主播阿成为大家再献奏一首歌，名字叫做《感情毛毛感情毛毛雨》，行吗？真曲儿，我们 YYID 是多少？你们记得吗？23673，每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，下午5点到晚上8点，我们不见不散。看过这视频的老铁，欢迎你们。双击666，多想要你，多想要你，不好意思，歌还没找到呢。是你先把感情当成一场游戏，我才决定狠心出卖你。默默唱的场子早已开始，我却在路边等着你。对你说一句真诚才是硬道理，骗感情老眼子都没戏。这些感人对我只是毛毛雨，真心真意真诚无敌，就请你收回当初说的那句好兄弟，也请保持距离别太近。你别以为你这样一次次伤害我的心，我不会把你当作兄弟。有难同当你说做的那个那么亲，亲得好像一场毛毛雨。我只能说永远没有完美的爱情，至少我真心诚意。这他妈。